抽其实会让它的距离变成原来的几倍，变成原来的三倍，所以距离会变三倍。变三倍 ，OK， 好，来同学，那我问你哦，后面这个 cos 西塔加上 i sin 西塔，来，它其实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同学，这个三会控制它的伸缩，那同学，这个西塔来 cos 西塔加 i sin 西塔会扮演什么角色？会扮演旋转的角色。那是怎么样旋转？是逆时针。逆时针的去转，旋转西塔角度。简单来说哈，来同学你看这边，本来个负数力在这里哦。好，那你仔细看哦，我要让这个力逆时针旋转西塔，旋转西塔之后，我还要把它拉长，变成原来的三倍。好，你看我这样子转，好转到这边来好了。好，假设转到这边，好，然后这个角度是谁？这个角度叫做西塔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要把它长度怎么样？长度把它拉长。一倍、两倍，同学，来，两倍，这图画的不好。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好，三倍在哪里？三倍在这里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把这个负数哦，逆时针旋转西塔，然后再把它拉长，变成原来的三倍。同学，这个负数现在会跑到哪里去？会跑到这边来。好，那这个是谁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就是它，这个点就是它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就很清楚。这个，我讲一个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例子。那这个把它讲完，这一节课就差不多了。比如说，来，我记得这个例子我以前讲过。三角形你看得出来可以吗？来，这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哦，这个叫做 O 是它的原点，哎，还记得吗？这个题目其实我以前有教过。来，同学，这个叫做 A 点， A 点的坐标是谁？三一。好，然后同学，这个点叫做 B 点， B 点的坐标是谁？ MN。 那当然你知道，同学，等腰直角三角形这里刚好这里轨道这个45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同学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要执行一个任务，执行什么任务呢？很简单，我要求什么？我要求 B 点的坐标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题目来说明，我相信你就非常清楚。好，来，同学，这一题要怎么做？来，首先同学你看哦，这个 OB 跟 OA 的长度是不一样的。来，我问你哦，这个 OB 线段的长度是 OA 线段长度的几倍？根号二倍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其实有做拉长的动作嘛。所以我今天仔细看哦，我要得到 B 点的坐标啊，首先我先把这个 A 点绕的原点逆时针转几度？45度，然后再把它拉长根号二倍，是不是就得到 B 点的坐标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 B 点的坐标仔细看哦，我们用复数平面的想法，这个 B 点的坐标它其实是 A 点的坐标， A 点的坐标叫做谁？三一嘛，三一写成复数就是三加上什么？三加上 i， 对吧？这个是 A 点的复数平面的坐标嘛，就是叫做三加 i， 可以哈。好，那我现在让它逆时针旋转45度，所以请问同学，后面要乘上什么？哇，它逆时针旋转45度，所以就乘上什么？cos 几度？45度啊，加上 i sin 的几度？45度。你把它乘上它之后，它就会旋转45度。可是我不仅要旋转，我还要把它拉长根号二倍。那拉长根号二倍很简单，后面再乘一个什么就好？根号二就好，这样就结束了。
了解吗？好，那我做给你看哦。这是三加 i， cos 四十五度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谁？这个是根号二分之一，加上来，这是根号二分之一的 i， 外面再乘一个根号二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根号二把它乘进去哈，这边可以约掉，所以这个东西它会变成多少？变成三加 i， 再乘上多少？一加 i。这个简单啊，来这个心算，三乘以一是三 ，i 乘 i 是负一，所以它实部是多少？二，三个 i 加一个 i， 所以加几个 i？ 四个 i。同学 B 点坐标出来，告诉我 B 点坐标是什么？二四啊，这个 B 点坐标我就知道，叫做二四。以后我会强烈建议我们班同学哦，做这种旋转跟伸缩的动作。希望你用什么来做？希望你用复数来做。我觉得用复数来做很快。好，你可以用旋转矩阵做啊。有些同学说，哎、欸，老师，我用那个奇坐标，那个都会稍微再慢一点。好，你解题要快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用什么？用那个，用这个方法。好，用这个复数的级式的概念来处理会好一点。哎、欸，你还记得这个旋转矩阵怎么做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如果用旋转矩阵做，你知道要怎么写吗？旋转矩阵就是 cos 几度，四十五度，然后这是 cos 的四十五度，旋转矩阵也不会很慢，然后这里是 sin 的几度，四十五度，然后这边是负的 sin 的几度，四十五度，好，然后乘上这个点叫做谁？叫做三一，可是乘了之后，同学我还要把它怎么样？它拉长根号二倍，所以再乘一个根号二，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 B 点的坐标？就这样子啊，如果你要用矩阵做，就是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旋转嘛，然后再做伸缩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用旋转矩阵做就是这样。啊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复数平面去做，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快。好，我自己感觉啦。好，啊，你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，我觉得其他的方法都会慢，都会慢一点。我现在给同学做一个练习哈。你看到这一本书，我看一下哦。来，同学，你翻开你的课本习题。来，你翻到141页。来， 141， 来，你翻开你课本。我需要你翻到141页。有没有看到那个第六题？这个第六题给他三个赞。这个题目你现在是可以马上做出来。诶，这学测可以考哦。这学测可以考。如右图 ,O 是原点 ,A 点坐标叫 21, 角 AOB 是60度 ,OB 等于两倍 OA, 好吧，他就反正给你这些条件，对不对？然后告诉你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，请问 B 点跟 C 点的坐标，来，同学请动手，对吧？它就是旋转加伸缩而已。想一下，好，你现在可以做了 ，OK。好，谢谢。